来呢，也在民国83年退伍了。那很荣幸退伍会安排了一些就学的一个辅导，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方案，就学方案，我就去报名参加。那也感谢退伍会在就学辅导的时候，让我考取了亚东工专他的二专部汽车科。毕业之后，很荣幸又考取了北科大的车辆工程学系的二技部。所以那个过程来讲，觉得说退伍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补助啦，也给我们一些鼓励，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了。后来我也很荣幸念完二技之后，继续往研究所的方向去做深造，所以后来又属于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虽然是在学校当老师，也是选择半工半读的，又到北科大去修完我的博士班。所以现在的话，在学校服务已经可以做所谓的全职的那个教职。依我在部队这么久，你说出来那么容易吗？有困难，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查了很多的资料。我了解到我们退伍会的那个职业训练中心，就是桃园虎头山的那个职训中心，它有非常好的班队。那时候我在看，它有个中餐那个厨艺专精班，那这就是我要的。那除了给你考证照以外，那我看它里面的课程也非常 OK， 那我就如期的到了，义无反顾的就开始报退伍，然后做了这些准备，然后日常作息都很正常的，开始从不缺课的去学习。那很高兴，真的退伍会真的就如我所想的，他给我的很完整的训练。这个不是讲好听话，因为我从这个里面领域出来，我今天田中方圆会有这个这样的成绩，我想当初如果没有去桃园职训中心去跟这些老师学习的话，或是他们给我的鼓励跟帮助的话，我想没那么简单了。看完以上两位曾经接受国军退伍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就学就业辅导成功的志愿役退伍役官兵亲身经历后，接着就让我们透过镜头深入了解政府照顾届退官兵的用心辅导与服务项目。我们在就学辅导部分其实主要是针对退伍役官兵，第一个主要是我们在入学管道的部分，我们跟教育部从63年开始，我们就推动了二专的推甄入学，那到88年的时候，我们也推动了二技的推甄考选，那甚至在99年的时候，我们更争取到四技大学，也加入我们的考选的作业。那当然，你入学之后，不管自己念书、自己报考的，或者是透过我们推甄考选的，那在就学期间，我们也会提供就学学杂费的补助。那如果你成绩优异，我们也会提供奖学金。那当然除了我们正式学籍的提供这些取得学历的这些辅导以外，是啊，退伍役官兵有短期进修需求，我们到国内的大专校院推广教育啊、学分班或者是空中大学这些函授班你只要在上完课之后我们都可以申请每年一次每年两次，每次10000的补助。那如果你是参加国家考试考试院办理的，那您在考试之前你是政府立案的补习班补习透过专业机构的辅导，那去考取国家考试，在考完试之后，一样可以来跟我们申请每年一次，每次10000块的进修补助。我想透过这样子多元完善的一个辅导机制，让大家能够顺利就业。我们在开办任何一个班次之前，我们会做市场调查，了解职场的趋势以及企业的用人需求，来规划我们开办的班次。为了做好国军戒毒官兵职场的转换的训练的需要，目前我们在日间养成训练部分，我们大概开办了有20个班次；在日间的短期训练部分，我们开办了9个班次；另外在夜间进修训练部分，我们开办了有6个班次。另外，我们为了增加多元管道训练，我们特别跟国内大型企业也开办了相关的产训合作，主要目的就是跟市场做衔接，让每一位戒毒官兵依据他个人所需要的，他投入他所望的职场。除此之外，配合募兵制的推动，退伍会并规划退伍役官兵
分类分级退辅措施，扩大将志愿服役四年以上未满十年退出役官兵纳为新增服务对象，并依服役年资区分一至六级，提供六至十六年不等的辅导期限。我们辅导会为了配合募兵制的推动，过去我们只有服务，就是说第一类的退出役官兵，也就是所谓的服务十年以上的荣民。那从今年的105年3月1号，正式开始，我们就纳入服役四到未满十年，也就简称4到9年的退出役官兵，也成为我们新增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他的权责权益呢，就是跟第一类的荣民几乎是相同的，在就学上面我们都有享有相同的一个权益。那在就业上面呢，在职训上面的相关的一个辅导奖励啊，还有这个就业媒合、创业辅导、创业利息贷款补贴，职业适性评量、职涯咨商、职涯的讲座，这些呢，第二类的退出官兵你都可以去参加。